文理科技大学是团体硕士班研究生，这次在校方的合作下，前往中部泰雅族的部落，针对当地原住民文化进行长期的观察，并且创作出真侪优秀的作品。在毕业典礼活动中，展示予各界参观佮欣赏。能够结合我们的这个原住民的这个部落文化，我想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一个创作，这个我们的那个创作人士里面加进这一个，那我想对我们的创意应该很有的帮助。文理科技大学是团体文化活动，陆续为校内扩展至校外，尤其是原住民的文化，现在出现在学生的作品中，让人有真趣味的感受。其实我们都很在意，我们台湾在地的文化，包括云林，一直到太阳那些赛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文化元素，我们都把它纳到我们的设计里面。那甚至于我们将我们的设计用绘本，甚至于表现在服装上面，甚至于我们表现在立体产品、文化创意商品，非常多。因为婚礼科技大学学生的设计，大大提升当地泰雅族的文化气氛。部落的代表希望学校会当阁派学生，进入当地协助原住民发展甲保存文化。那希望说以后那个就是有个大可以长期啊，可以长期跟我们山上或者是我们部落特别是跟我们学校可以做可以合作，可以让我们学校做更有亮点。因为那个在去年的11月4号，那个实验三法已经过了，那个我们达文国小可能会即将变成那个全台湾第一个泰雅民族实验小学啊。那我们要做的东西非常非常多，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自己的泰雅的文化泰雅的传统，然后泰雅的语言，然后那个教给我们的小孩子。在这项毕业典礼当中，另外还有展示赛斯文化生命教育的绘本，这绘本已经有真侪出版商进驻发行。记者余炳伟采访报道。